这是380是吧？280。280左右。住了这个叫什么？叫民宿是吧？公寓民宿。一个房间，一个大床房，然后一个客厅，沙发床，还有洗衣机、浴缸、厨房，这应该也可以做成一个沙发床，啥都有。哈萨克斯坦的苹果真甜，这是苹果之城，你知道吗？阿拉布图啊。阿拉布图是苹果之城。嗯。嘿。麻婆豆腐，包浆豆腐，还有这是什么？韭菜炒蛋，醋溜排骨，醋溜排骨。rice 米饭，披萨点吗？怎么又变了呢？也是一下子就变了呢。他随时都可能会变。他就是有三碗米饭不用，一碗米饭就可以，一碗米饭可以吗？再加个这个可以吗 ？OK， 那就可以了。Yes， 阿哥。不用加三碗米饭吗？我们这都里面都有主食。这个有，那就不要米饭了，就叫了一碗米饭。叫一下吧。1500。OK。这个。有要喝的吗？有呀。有呀。味道的呀 ，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命疙瘩，味道很不错。这是潘多拉小姐姐，哦，潘多金小姐姐，种点花是吧？就拍他们那个穿那个校服的有青年感。2块钱一升的油随便烧。这里也有小火车，这个公园。多少钱来说？How much? One, how much? 600十块钱，贵了。十块钱一个。One? 小的400，大的600。贵了。是不是啊？太贵了，600块十块钱了呀。十块钱一个。对啊。啊。这么贵？给他讲价一下。太贵了，姜的，好咸啊！哦，咸的。OK， thank you。300块钱一个，大家好不好吃？什么味道？那比土耳其的冰淇淋还要贵。土耳其冰淇淋多少钱？5块钱一个，这么一小一点，不过味道还是可以的。五颜六色的各种口味，但是味道都是一个味道。锅子，
哦，那我就这里了。哇塞！哈哈哈！来一个，十块钱一个，是吗？这么大一个，直播卖货。来，完蛋，一块钱没有了。在哪里？什么味的？就很好喝。再喝一点呗。其实我觉得在上海喝那么久的咖啡，还是这里喝这个最好。你这个外国的月亮很圆啊！我看有瑞幸的好喝吗？就是很甜。这里的香草拿铁有点甜，但味道还不错。还有一块曲奇饼干。这一份是多少钱？1250吧，1250，约合人民币20块。炸果子完全是手动的，是吗？哦，给泡来喝的，因为。翻译中买茶，然后又翻译在了，开始尬聊了。我会推荐折筒茶。哦，就是提高免疫力的。OK， 草药啊，它就像药的那种。你的要求有点高啊，要搞这么详细。我没有喝过，不好意思。我把背上行囊而来，出发。这个大烤篮。对，中央清真寺，正好有耶稣光打过来，那个清真寺，哎，很好看。背这个篮去找地铁，背着一个大篮。本地小哥带着我们去，饿死了吗？外卖，骑着自行车送外卖了。苏联时期的地铁就这样子。哦，来啊，姐姐，即将前往下一站。下一站叫啥？未知。未知。开往未知的列车，走吧，走。温柔一点，别那么汉子。温柔会不会啊？温柔不会啊？温柔都不会吗？你就假装往左右走一走，也就给我们带了两天就不会温柔了。左右走一走，对，往前走。非常代表我的心。Chinese song。Это популярная, да, то что песня. 哎。听不懂，咱也听不懂。非常代表我的心。啊。哇，这种老歌我听着太有感觉了。是啊。待会得打百1000块钱的那边。你录视频是吧？可以。全圈路径了。唱起来，赶快唱！你不要影响我的那个。代表我的心，唱。
够我。